你有没有朝思暮想？画我画好了，我姐姐在哪儿啊？画给你放这儿了。 不管你是好人还是骗子，还是真的爱他，赶紧把余佩给我找过来，不然的话，你就把你现在这张脸还给我。他要越是喜欢你，你就越能帮我查出到底太子什么东西落在他手上。小寒生，相信一个人是要有底线的。如果他真的是别有意图，你当如何？ 但凡他们有任何一个人出事，我必然……你必然怎样？我必然玉石俱焚，毁了你的脸，让你永远也别想以这副容貌回到宁王身边。 为什么从小到大我都摆脱不了你？世界，你不要再这么哭了，我执迷不悟。
世间。